is for public.1938年，国共内战失利，国民政府拨迁来台，将台湾定位为反共复国的基地。这是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次的大型人口迁徙。根据民国45年户口普查人数统计，在这次的迁徙当中，有超过100万以上的外籍人士迁台。这样庞大的人口在短时间之内入住台湾，立刻产生了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居住。为了安置这批从大陆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的军队以及大批的军眷人员，便依照国军在台军眷业务处理办法，于全台各地建置了285个眷村。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打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在台湾久居的打算，所以大部分的眷舍都相当的狭隘，3到5坪的空间挤满了一家4、5口，没有浴室，没有厨房，鱼骨式的建筑，一家挨着一家，红砖墙上的口号与标语渐渐被竹篱笆圈离了人们的心中。101曾经是世界最高建筑，俨然已经成为台北最具代表性的地标，而这座宏观国际的建筑却架构在平矮破旧的鱼骨式平房上。这里是44南村，全台北第一个眷村。住这个44南村的时候啊，因为它是第一个眷村嘛，第一个眷村当然了、它的目的地又很大，说不管怎么讲，在军事上面，在这个地方的安宁方面，它都有它的作用在里面。没有人准备常住，因为不久之后就要回到真正的家，所以这个暂时的家小一点、破一点、挤一点、旧一点没有关系。因为当时这个眷村它成立的时候，因为他要回去，因为蒋中正他要回去，他要带着这批人再回去啊，所以说他就成立了什么眷村。眷村当初是什么样的？他一栋房子大概100多平，他要住两边同住了，一共要住32户，所以一户的间隔大概3平到5平。他3平到5平，他的是怎么样的构筑的呢？当初因为他要回去，说准备5年回去，他是用竹篱笆跟这个篱笆啊，还有稻草混合而成的。要简便，简便的，因为他3年5年就准备回去嘛，但是没有想他没有办法回去。那这就是我，那是读军校的照片。回不去真正的家，这3、5平的小房子，却仍然得挤下一家4、5口。前门贴着后院，只能一人走过的巷弄，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简陋的房子就这样挨了50年。以前吃饭拉屎睡觉通通在一起，就在一个房间里面，你知道吗？我到50岁我还没有到洗澡堂去洗过澡，都在门口洗澡。在搬迁之前我都是在外面洗澡，知道吗？因为家里面太小了，只有3平，我怎么洗的？说我太太委屈了一辈子，就在一个盆子里面洗。
因为他不能说在外面洗啊，我男人可以啊，我穿个内裤在外面啊洗个战斗澡没有问题啊，女人不可以啊，那我太太不可以啊，那不能就给她看光了，不可以啊，对不对？那时候在屋里面洗，他用什么？用个盆子洗，很委屈啊。小孩也是这样的。现在的四四南村已经全部清空，居民们都已经安置在离南村原址不远的国宅中。虽然生活品质变好了，但原本紧密浓郁的人情味却再也找不回来。坐落在101角边，旧时的斑驳与新式的巍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只保留四栋建筑，让后人缅怀悼念曾经存在的过去。现在的四四南村虽然转型为观光胜地，每逢假日人潮络绎不绝，但真正的眷村文化与精神却在歌手摧毁了第一栋房子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再复原。